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to the channel, Man Mick here.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watch this video. This video is a dealer training video. Please enjoy and subscribe. Thank you. CT7032 拆装后挡泥底部盖板教程，使用 T25 梅花扳手拆出膨胀钉，拆出亮黑仪表左装饰罩，然后取出工具包。工具包内有十字一字两用螺丝刀和一把 T25 梅花扳手。使用 T25 梅花扳手拆下两颗 M6×14 梅花轴间螺栓和一颗 M6×8 螺栓。使用十字坯将两颗自工定拆下。 按视频方法拆下后挡泥板底部盖板，视频所示蓄电池充电口做位置。后挡泥板底部盖板安装，将后挡泥板底部盖板安装到后挡泥板支架上。安装时注意卡扣位置和线束是否有露出壳外。使用 T25 梅花扳手将一颗 M6×8和两颗 M6×14 轴间螺栓固定在后挡泥板底部盖板。 再使用十字坯将两颗自工定也固定上，即可安装完成。使用完工具后，将工具包放回原位，取出左仪表装饰罩，在对应位置安装。完成后，使用膨胀钉固定。谢谢观看。